我勇勇講，從來都是入境處把關的，咁我哋一路都係話，你講嚟講去，即使即係外佣贏咗官司咧，都係講佢有權申請嘅啫嚇。但係每一個個案咧，依然咧係要逐個入入境處去稱嘅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興歡迎法庭裁決，佢表示今次裁決釐清咗外佣來港只係提供專項嘅僱傭服務。